陈永泉，我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品质的男人。你看，哎，优质男人，优质男体，经得起开玩笑的男人，脾气好，哎呦，超好。哦，我跟你说，他要打得过你，早跟你急了。你说啊，这么回事啊？泉，你承不承认你自己脾气特别好？很多女孩看到我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 OK， 陈永泉 OK， 男神。是男神还是男神经病？哎，不管怎么样，起码是人家有人气，对吧？啊，这样接下来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他这个超高的人气，哇，各种各样喜欢他的人都会出现啊。哎，我们的陈永泉到底有多么优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嗯，我们现在所来到的是我们沈阳一家著名商场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厅。为什么要选择到这儿呢？因为接下来著名的相声演员陈永泉先生将到这儿接受我们的考验啊。那么他的，我们给他出的这些题他都一点不知道啊。那等一下呢，会有多方的机器把他所有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等陈永泉来了，开始我们这一段的奇妙之旅。行，我坐着。哎，怎么样，大爷？行，挺好，离我近点。行，我就睡会儿。下午啊，眯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睡个觉。现在可能有个求婚环节，或者有什么，然后我们配合。啊，还有，你会唱那个小鬼的那个爱吗？谁的？小鬼那个爱。呜呜呜呜呜呜呜！啊，我知道。明天你跟谁？明天你跟那个超子，你俩一替剧啊，排练。保洁可以上了，保洁现在可以上了。保洁员登场，将会给陈永泉带来什么考验呢？擦桌子，对，擦桌子，别瞅他。喝点啥吧？我不喝了，我喝半天水了，我喝了一个茶，但是喝一个也行。哎，擦陈永泉咖啡，美式咖啡吧，来一个。对，我马上去啊，等会儿啊。哎，等会儿要有检查卫生的过来。检查卫生，简单的那个，清理一下。擦的这差不多得了，这就。请您站起来一下呗。行，谢谢。这个是老子。您请坐这儿。不好意思啊。擦他现在坐的椅子。怎么我坐哪个？你擦哪个？不好意思啊，请您配合一下。哦，行。先生，您坐这个位置。没事，他的可以，保洁可以走了，保洁可以撤。没事，有点烫啊。这还挺，人家还挺。